心脏疼，啊，心脏疼。好像是，也对了。一对军人呢，应该称为解放军，或者也称为野战军。他们在商量着，怎么打仗的事啊。实际上背后有人指挥，看起来是解放军的指挥啊，实际上背后有人呢、啊，背后真正指挥的人呢是当年的苏联，是当年的苏联，是当年的苏联，在指挥着啊，指挥着，由当年的苏联在指挥着，毛泽东拥有的那些部队啊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其他的还拥有有日本的，还有朝鲜的，那些俘虏啊，那些俘虏啊，还有俄罗斯军队也参与了这个，但呢，都是处于保密的状态，所以人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啊，实际上，光说共产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啊，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实际上有。人家说，要讲武德啊，有的人力啊，有的法力啊，有些人力啊，是要自己，共同承受的啊。如果那种削尖了脑袋，走是投机取巧，啊，不遵守那种规矩的话啊，那后面就被就来了。为什么互相之间，最后好几次运动杀了那么多人呢？因为大家都不讲规矩嘛。大家都知道对方不讲规矩，那就只有傻的在说啊，所以说有的规矩是大家要遵守的，如果大家投机取巧不遵守的话，那就悲剧就来了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